假的。哎，怎么有人吓到不见了？他不能是杀一个人就结束，还是杀死掉杀掉所有人？杀掉所有的人，好可怕啊！所有人。没错，对啊，等于死掉就没有帮手了，等于那几率 bingo 几率越来越低。来试试看，可怕，好可怕！那基本上两个红色，太可怕了。哎呦，有了，来哦，那就来准备抽抽喽，抽抽抽！我知道，影月先抽，影月影月不能 hunter。啊啊！雨月，冲啊！啊！哎呀，雨月黄色，好想要黄色啊！我想要黄色。孟娜走错，孟娜抽蓝色。我在下面嘞。好吧，抽啊！哦，红色八八，简单了，简单了，简单了。简单游戏，什么意思？简单了，哇，不简单了，不简单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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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断线了。嗯，是我们在抽，还在抽签，来下一个。要抽是被看不起，都可以都可以，你靠近就抽。你先。哇，把黄色抽了，耶！抽啊抽啊，瑞比特，绿色，绿色，绿色有了吗？没人。蓝色，我是第一个绿色，哇！哦、蓝色，蓝色，好帅呀！哎，完蛋嘞，我们这边没有攻击。他前是蓝色，是不是？鬼怎么办？拿错。Yuriko 绿色 ，Yuriko 放回去，放回去。Yuriko 厉害吗？那个打架，我打架可以。哦，那可以的啦，那可以。打鬼来了。等一下就麻烦红队好好说明一下你们有什么东西哦。红队要好好说出来哦，那我就。Bingo board 各本东西。观察者模式可以透露资讯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所以死掉一个人，天眼兵可以帮忙。先试试看嘛，有问题我们再调整。好，那就各本东西。陷阱模式，追踪模式，加油，Hunter， 我们要小心，随时打好那个传送指令，嗯，过来保护你们。但一开始应该就是分三个地方走，好像比较好。嗯 ，OK。啊，你们两个对物品的熟悉度都 OK 吗？刚刚这个地图都会看哈，都还行。好，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打维基百科。没有，让孟娜，让孟娜来看看。可是我运气很烂耶，今天。没有，你帮我们看一下哪一条最好，先帮我们看。哦。嗯，那我们有问题跟你讲。啊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夏日回击弹 TNT 水桶是沙岩吧？不是，我就是不懂。孟娜加油！看起来应该是、欸、羽毛鸡腿那一盒那个会不会还不错？那个很那个不是鸡腿，那个是兔子、哦。那兔腿哦，那是兔腿，兔子哦。他找兔子就不容易。那条看起来是比较简，我觉得第二排值的比较简单。鸡蛋蛋，我烤马铃薯，可是烤马铃薯有学问，对。烤马铃薯我们刚刚就有点找不到啊，而且那个花，那个树苗是什么树苗、啊？杉木。杉木。杉木。右上角那是什么？砂岩。砂岩，砂岩其实不是沙子去烧吗？不是沙子烧才是玻璃，所以应该是四个沙子组成。四个沙子组成。右上到左下的那个斜的啊，会不会？右上到左上斜的，左下可以啊。可是我看它那个应该是平滑的砂岩，所以砂岩应该还要再合成。嗯，它应该不是普通砂岩。Okay. 好，平滑砂岩，反正了不起就是做切石机，切石机也没有很难。OK。我们先这样决定，然后大家可以来给我们意见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们这里附近有、我们的雪地、欸，我们有杉木，我们有杉木，雪地就是杉木了嘛？对，雪地有杉木。OK， 有。切石机的话需要那个啦，铁。那平滑砂岩要烧吗？大家问一下，中间发酵蜘蛛眼哦、喔。对。那需要那个蘑菇跟糖，对吗？对，要咖啡色的蘑菇。哇，应该那还好，可以找一下。我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村庄哎、欸。红萝卜钓竿，村庄有村庄的话，顶多就是那个啊。马
铃薯、啊、马铃薯。嗯，可是那一条真的是这里最简单的，我自己。哦，三木已经有了，好猛哦、喔！他们没说装备什么。嗯，放心，装备。第二排横的，第二排横的要有胡萝卜。他们在空中看我们出发，还看不到哦，所以还没出来，倒数中。好可怕。哎、欸，那个素描我们还没拿到，是不是？拿到了，拿到了，可以拿到了，是不是？没吗？好，嗯，对，拿到，那我就走。先跑。羽毛，这是羽毛。见死！我看到陨月了。看到陨月就我们不能打，但只能打，可以一起打那个打他们。哦，这有蜘蛛哎、欸。好，打蜘蛛。啊，有掉一个蜘蛛眼。碎哦碎哦 ，nice， 先拿起来。糖我也有了。好的。哦，好。蘑菇哦。他们无敌。哇 ！QQ 加速回复哭啊、欸！他说我在他附近不能那个哎、欸，不能 TP 吗？不能 TP。Oh no！ 完蛋。鬼附近无法 TP。对，鬼附近无法 TP。快跑哦！跑不掉！万一这有人倒了，好好玩哦！这跑不掉啊！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在哪一边，可是目前他们在那个湖中间。我抗性没了，哦哟，所以还是有机会可以反打。哎，他们拿到生兔肉嘞，好扯。拿湖中间这一边，我看一下你们的距离好了，其实蛮近的。没有，我跑到谁跟谁？我跑到雪的地方去了。他们就是在雪。哎哎哎，等一下，这里后面有兔肉，后面有兔肉，抢你后面有兔肉。啊，你哦，你倒了。我倒了，就是我倒的。他就是刚刚在我们那边。你的，你现在左边，你现在左边的那个那一棵橡木树的那个附近，有一只兔子。所以我们要羽毛那个吗？你现在左边。你现在左边。发射器左边 ，OK。对，这里，对，面前。有一个兔子，然后你后面八八，要跑啦！他铁装啊，他已经追我追到底啊！我觉得，对，他们都是铁，他们都是铁的，而且他们有弓箭。我能做的就是要么传走，要么就 TP。你捡他的箭？谢了！哎，有箭子，借箭！早就借箭了，不行，太近了，无法 TP。对，而且你们现在目前隔我大概看有，我觉得有箭矢，我们还是那个吧，右上到左下，所以那个，哎，他既摔熟了，碎，那个茄子你可以往下挖去，因为我们那个要铁镐，铁锄头来，还是要铁。然后，瞧你现在的左边有沙子，有，我身上已经有沙子了。OK， 可以沙，他要我拿兔肉，碎，那还是你要先把，还是你去找那个蘑菇。我帮你们看一下哦，你要四个沙子，沙子才可以合成一个沙岩。对，那个阿且，你找蘑菇好不好？白色蘑菇，我往地底挖了。好，沙岩那个是浮雕沙岩，我拿到一个两个沙岩半砖合成，两个沙岩半砖合。对，所以它是浮雕沙岩，要有，就是你至少应该是几个12个吗？沙子？钟乳石，我直往下挖。哇！剩下去，我忘记把你看下面了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是我，因为我毕竟在逃命中，我想说直往下，没事。阿且，你要铁，旁边先挖铁，旁边这个洞窟好不好？这个洞窟。这个洞窟吗？对，你往那个岩浆那边走，然后往右看就有了。右边这边，对，直出去，然后你，右边，回头，叠，叠，好，哇，你那个再往上，左边一个，这边有一个，你头上是爸爸，啊，爸爸来了啊，哇，他爸爸不给机会，因为、啊、他太近了吧。啊，这没办法，这没办法。完全不知道他在附近哎。对啊，没办法。没办法。好像打一下他哦。
不能 TP， 好难，而且绿队也全倒了哎、欸。对啊。我怎么绿队全倒了？对，绿队全倒了，已经先。我看可以跟他 PK， 不行，我们现在也不能接。我想跟他 PK 哦，我要打哦，他是从一点。所以如果鬼倒了之后是会怎么样？还复活啊？他还会复活？在原本的地方还是？我要看他自己。嗯，因为如果他们是随机复活，或者是直接在他们附近复活，音乐 I'm coming。没有这个这样子，我们就知道大家队伍不能分那么散，就可能我们可能要分两队，甚至一队。嗯，像这个2333就没办法了。嗯，对，基本上他们是一个人处理一队了，已经。嗯，但如果两鬼，然后我们其他十个人都同一队，说不定就有机会了。毕竟其他玩家还是可以串。是不知道他的那个 TP 的那个距离大概多远？我刚看你跟爸爸距离大概有二三十个。哦，你看谁说不能？哇，太狠了！谁说玩不了？我们有苹果王啊，上去！明天是陨月日，夸张了，搞死！我们太扯了，合起来就好了，就哈基团村在我旁边。你知道我这边观众全部都说这怎么可能赢，鬼太强了吧，队伍不能这样子，陨月直接打脸，啪啪啪啪啪。我们其实我们也是很紧张，那时候就是超扯哎、欸，我们几乎全部一起下矿，哇，攻怎么来？他在他在废矿，对，他在废矿，不容易哦。好扯，超夸张的，好扯，音乐主场啊！今天运气特别好，太强了。我们还想说，哇，这等一下可能要只能分一队或者是两队之类的。对，但有音乐在，对，鬼会被打死吗？不会，会回复，对，会被打死。可是毕竟鬼身上就是铁装的，而且又加速回复。对对对，对，会有很，而且又跑，你们有加速，對啊、跑不赢。可是那个加速没有到很快，地图很大的话很难找人。嗯嗯，但你就都找到我们了。那個、找得很快乐啊！对啊，如果你们就是没跑啊。那你们的那个追踪是？可以选择要追踪谁吗？还是就是看最近？不行，我又近不行，他只有一个最近的人、欸。最近的，所以这也是有点运气，因为黄队没被打到就是运气啊，因为他们就刚好在比较远，对，这就没办法。比较近的都是我们。嗯，因为他一定他只能锁近的，那他一定都是狂追那个，他也没办法，没得选。嗯，而且他 TP 的格数不知道是多少。你们靠鬼靠近的时候，我们玩家没办法 TP 了。对，不要 TP 哦、嗯，因为我刚看他小跟爸爸就有二三十个都没有办法 TP，、嗯、都没有、哦。我感受到高歌离席，高歌离席、啊。所以如果是生存的话，是尽快远离重生点会比较好。对，因为我们看得到你们重生点跑哪个地方。哦对，你在上面看得到你们。哦，好，我最后也再来一场、啊。好。要补一下羊毛。那个鬼的指南针，他不会告诉你高度，所以到最后，如果你们下矿也蛮难找的。就是我到了说40几，再过去50几，再回来40几，然后在下面。阿哈基为什么你哦？所以刚刚就是跳下来就是上下可能就不好找啊，地表最好找。可恶！哎、欸，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吓一跳、欸，哎，想说是谁啊？我在你后面站了3秒之后，在你旁边看你，你怎么没反应？你有没有吓到？有没有被吓到？我也来当看鬼，但是还有一个，我们让陨月来当鬼。好，太好了！我跟陨月，让你们其他人分两队，好不好？就只有两队，那个蓝跟黄，哇哇，太激了，可以玩！来，直接抽，直接抽起来。速度冲、哦，蓝色、黄色、蓝色。绿色，绿色，绿色。哇，我的是什么颜色？没事没事，刚刚我有喊抽的就会喊，爸爸抽蓝色。我，蓝色，蓝色剩一个，蓝色没了。蓝色去黄色，拜拜蓝，其他都去黄色。哇，蓝好妹子啊、哦！哎，蓝好妹，一二三四五哟，很有魅力耶，我们。我这进不去啊！赶紧进去啊！
站进去啊，中间可以站一下，中间站一下，中间站进去。爸爸，你又踩到。爸爸，爸爸，那进去哦。爸爸，进去，进去，对对对对对。来喽，各奔东西喽。快点过来啊！哇，哇，我们是妹子队。加油，影月！哎，终于不用再去找东西了，找人。然后你要运气反过来，把他们的那个给牵制住。我觉得鬼在一条冰狗的状态下其实很难。一二三四，哦，他们只是四五人啊，没差啦，就这样子啦。如果要玩这种猎杀模式，鬼可能要两条冰狗线比较容易杀掉全部人。哦，两或三条，不然一条的话其实很快。或者就是有没有？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这个，说不定三个鬼就可以，不一定，不知道，反正就试试看。因为你们刚刚太顺了，对，而且因为每次的这个啊抽的也不一定了，嗯，是啦。